要怎么打开光遇？我看到。你敢回收试试看哦，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哦。三之一，对，现在减一个，只是不确定那边有没有人，没有人再叫你进来，可以吗？我今天本来想要慢慢点那个，点哪个？哎、欸，你还没开啊？我还没啊，我想说等 A 你好，我再开，不然我前面也不知道干嘛。打招呼啊！我要点后啊，但点一点点到忘记点了。也开始了。那你现在是退学的 YT 两个同步直播？没有啊，先开 YT 而已啊。嗯，退学只有玩联动游戏跟版权音乐的时候会去开而已吧。歌回？没有歌回。我来啦！对啊，哎，来，我们讲刚刚的话题。来，有请。开始小便斗了吗？对，有请。今天一个男厕里面。有五个小便斗，请问他可以让几个男生尿尿？来，有请。不就？这只有男生可以存，这只有男生可以正确回答的问题。五个男的要超过五个吗？什么鬼？那就五个小便斗，可以让几个男生尿尿？嗯、来，你的观众看客看客会回答出来。我观众说十个，怎么可能？还乱的吧？不是十个就有点乱。我的观众已经答出正确答案了、欸，哎，三个？为什么？对，因为男生会有个集体共同意识，就是会错开，中间会隔一个空位去尿尿，这是男生不知道为什么的本能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三个就是两个啦，也有两个过程。对，所以你只要看到两、个，是因为这样中间的那两个。对，笑死！这是男生彼此培养的默契。我是觉得靠，就只要靠紧一点就好了。靠什么靠紧一点？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靠紧一点就好了。可是你要，可是你想上厕所，你离我远一点，我不听。我一定要去那种有门有空，我一定要去那种有门的小便斗。哇，没有，我一定要去有门的马桶，我不去小便斗尿尿。好，请问没有，稍早再聊一个啊车，火车上面的一些恐怖故事。我开房间吗？好，你们开心。
学到新的知识了。感觉这个知识有点味道。嗯哈。等下我先抽过了。晚上好啊，今天来玩一下银喷。哦，终于吗？好久没有玩银喷了。这要找人吗？还是？我现在问哥在不在？还是咪咪你要进来？我们两男两女这样也好一点。把番茄丢出去，我一次独占两个人，耶、yeah! ！两男两女把我丢出去，对，还有一个男的，你要独占他。嗯，我独占两个女的啊，什么意思？你去旁边帮我刷英雄模式。不要，我都刷不过了，帮你刷。谭瑞哥，你认识哦？咪咪也认识，哦、咪咪也是 Amy 那边的人哦。啊，既然是共同观众，那就。番茄白，没有。各位，谢谢哈。哦，有人没穿队服。对哦，天哪！等一下出去改一下，我的发型也换回来了。哦，你要讲啊，我就可以跟你一起换。对啊。哇，安妮你好猛，安妮你好帅哦，安妮，哇！叮叮叮叮叮，喝个饮料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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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妮跑安妮跑！我就说了，那个饮料机出来很危险。我帮派有个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打到上面？让瑞哥好了，我们还有机会玩。哇，天哪，你是何许人也？原来咪咪也是一个不得了的。很久哎、欸，哦，那你就被 A， 哎呀，讨厌。他们头上那个徽章是打过100倍的意思。哦。那我下再讲。过分哦。所以飞哥要来吗？要的话就飞先退出。啊，正好我去换一下我的发型。遇到333倍，可是输了哇！贼我们吗？我们是333倍吗？
没有，观众说他遇到了333。鬼出。哦，昨天的发型跟帽子吗？还有鞋子吗？等一下哦。好的哦。看一下，好了，昨天的那套。好。哇，好亮，亮吧！哎、欸，你已经加二了。哎，你加二了哦，靠你了。安主播，刚看了一下好友名单，嗯，你怎么可以看人家资料？就滑到吧。本雷啊，试试看。你拿那把花是不是没有武器的拿手？你说、哦、对耶，你跟瑞，然后拿筒子吗？没差了，没差、啊。然后拿开线，少一点二而已。所以今天他说什么模式？二打四打二，是因为要把那个第四名打那个第一名打下来。这是个霸凌游戏哦。然后我看说。好像说很少能排到三色，嗯，就进去之后还是四打四，哦，我找不到三队的人。我们此队，这么多人竟然输了，可恶。嗯，没有啊，我们没有，那个工具比较多，没错啊，工具比较多啊，不是吧？不是工具啦，那个。游戏比较多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们很棒了哎、欸，我们尽量的。啊，我看他们说那个地点前出的那个说绿队最多啊，并不代表他们人最多，哦，是说，哇，把我的雨帘砸掉、欸！哎天哪，他好可怕，他直接把我的雨帘。怎么砸掉啊？用打一打就好，是不是？硬仗，硬仗砸，硬仗把我的雨帘砸掉。后面怎么也有人啊？啊！哎、欸，战气弹哦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哇，你们死光了，太好了！哇，他又有了，天哪！你终于死了。好多人到对面，工具比较多就是内战，嗯，我也觉得，然后再打工具跟工具的互打，也好啦，肥水不漏外人田嘛。好印章，哎呀，没有打过他，
噔噔噔噔噔噔。哇哇哇！啊，你要马上跑上去，现在。很可惜耶、欸、啊，还好是工具人的胜利。换打武器，你工具加多少？工具二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哎、欸，太安静了吧、欸？我是被霸凌吗？没有啊。安妮呢？安妮，她怀念你的声音。安妮没说话啊。我在偷吃喉糖。哦，不好意思。为了我要吃到喉糖的地步了。我刚刚午饭好像吃太辣了。啊！你喉咙最近有好一点吗？有好一点。上面上面。哇，有。哎呀，讨厌。摇摇摇摇摇摇摇！哇，这局！哇哇哇哇哇！那个，拜拜。你们人呢？那不就来了吗？哎呀！危险危险！爆三次的碳酸炸弹。爆了爆了！哇，上面有一个爆炸头，不理他。哎呀！哎呀！哇，太多了！长枪，第三支笔。哇，太多人了吧？现在怎样？我们今天不可以出门了，是不是？三场都被虐的吗？没，一定是我们手还没有热起来。这你吹太急了。你不可以出门呢，这很过分。对耶，放弃了。
不要武器加成了，换一把。说成这样。一只章鱼，哎，没有，第一只是鱿鱼。一定是地图不对，两张地图都不适合我。番茄的百货公司呢？我们番茄主播的百货公司还没出来。百货公司现在是在关闭中，还没开放。有了不起哦，对面那个。哎呦！做不到把这波一身。哎呦，什么东西？弹跳声啊！啊，小心啊，番茄！哦呦呦呦，讨厌鬼！主播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太超过了？我们太靠近了，我们走一点吧。啊！太迟了，我已经被制裁了。哎、欸，右手边有个人在追，师姐帮我报仇。想说好像都不能跳，然后我们就没了。30秒，白痴！哦，大哥，大家好。哇，这也太多人了吧！对面是有8个人吗？请问？强者都在打四 D 四，然后都没有捅不开。有游戏体验了，对面。怎么这么难？我只想一把。没有，我只想一支。一定是枪不对。换。今天我们来换枪游戏。慢慢学番茄，我要换一把枪。我们要学番茄。
怎么好像送了我很多把枪一样？没有，就一直换啊，输了就换枪。那我换狙击枪哦。好啊，你换啊。你换哦，反正都已经被虐成这样了，还能差到哪里去？哎呦，按到算了。大骗子，他又变了。嗯，按错了。嗯。好啦，我选狙击枪啦，好不好？一发一个。奇怪，我们又是工具内战吗？为什么我们又是食物的颜色？确实是食物啊！我没有开到麦，担心我们两个刚刚讲一模一样的话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哇，我们去公证了啦！班，你要讲到很开心哦。他也开心了，我还在说你干嘛学我讲话，他好说为什么不理我？我怎么可能不理你，对不对？一直被拉线，你好讨厌哦。那个是一把52吧？好他。哦，是啦，哦，我真的想要爆里面那个，那就丢在这边，被爆了。哎呀，没有拍到他，可恶，好会躲。他怎么那么懒？人家好懒。吸墨金，哦，不是，我刚刚想讲番茄是说番茄，你知道了吧？你是介入我们之间的哦。不知道啊，我说D N 想帮你讲话、啊。哎呦，给你支援。这也太多条了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请问28.52哎！哇，刚刚看到万箭穿心，喂，不要，可恶！上平台了，一个在落后上平台。啊！没有机会。哇，对面那是。对啊，需要三个，还是不行。换武器，换武器。今天不赢就一直换武器。对，换到赢为止。换到赢为止，那把武器就是我们的。啊，加一了！我赶快掐了。啊，你在前面等我，我
不能停留在加一。什么？广域标记枪什么？哦，印章啊。啊！你要拿弓？这是弓啊。那什么？哦，伞哦。伞啊。那是啊，长得很像弓哦。你看缩图像不像弓？有点像。把买来之后弄了两三次。那大招也是新木的，很尴尬的一把枪。小的已经加二了，又是这个场地啊！我是不敢偷玩，怕安妮走心。突然间就已经加三了，没有啦，没有空玩。我可以说自己是小的呢，对不对？女生可以啦，所以你可以讲。是呢，我的螃蟹，假螃蟹，被后面干了。其实我一个都没死，我开始可以理解我那个朋友为什么会看那么喜欢玩了。一级吗？嗯，玩这款游戏。啊！闪三开的好慢。闪三。闪。你说闪三？啊！真的，真的，被人打屁股。你给我办报仇！哇，太多三角雷了吧！哇，北针，那不是躺了一个吗？干掉，干掉！谢谢，谢谢，我也知道我很棒。安妮，请说我很棒。你超棒！呀、yeah ！我觉得拿完短弓之后，拿什么武器好像都还蛮易上手的、欸。我还是要放弃，不知道哪有。有啊，除非他们虐到我们家了。哦，一个金牌，这把是载誉标记枪，载誉换。哎，那我是什么？你是广不是吗？我也是载誉吗？你是广，我是广啊。哦，嗯，哎，我广你载，好。你真的不考虑跟我去登记吗，安妮？不理我哎、欸！我、哦、什么？我什么？我听了什么？太突然了吗？你看，从刚刚说，哎、欸，我们真的是植物组的吗？
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是你先讲出来的，我才讲还是怎样？还是同时？同时，然后我就一直说，然后我讲一句，然后我们俩一直讲一样的，然后我就说你干嘛一直学我讲话，然后你就不理我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这个人这么傲娇的吗？讲一样的话又不理我。哎，不是，拜托，我去补这一段好不好？我去补这一段。断剑了，马上好不好？不是拿一个什么？送上自己的身份证，一生只能订一个钻戒的那个。啊，你不能讲。对吧、啊？他说啊，你要订钻戒可以，身份证交出来。哦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你已经订过了一次钻戒，就不能再订了哦。一生只能一个。现在某个社交平台上看到的影片啊。吸盘炸弹有点多，真的。饮料店开张了。为什么我的螃蟹又杀不掉人？对，低压钻戒，我看他们螃蟹不都站很高很远，在那边只用普通的射击而已。我昨天玩的时候站高一点，是不是就站很远很高，只要去魔就好了，没有想要去杀人。我被麦克风炸死了啊！你想拿锤子锤他？不是，我按错了，我想丢副手武器。哦，我想问你想要拿锤子砸坏他？标记了。芬达，芬达喝饮料。哦，饮料。我变强了。好喝，好喝。死掉之后还要再喝一罐。哇哇哇！一二，哇靠！这颗球拿来做骚扰很好用。哪颗球？那个、啊、会要逼人造成那一个。什么？你说麦克风那个、哦？某个猫咪拿去犯贱，对不起，猫咪。哇，这竟然是个人！哟，是不是连续这张图好多次了、啊？不是啊，他就一阵子是一个会一直玩的啊，虽然只有两张图，两张地图。对啊，對，但是我体感都是好像会有三十分钟连续一张同一张图。换枪！我要敲起我的连发手把了。不想努力攻。哎呦！你要知道，努力起来也可以很厉害的哦。看看我，拿不想努力攻。得到安妮的夸奖。
不好意思欸，是按你喜欢的绿欸。对 Tiffany Blue。我最近看到那个斯普拉顿的社群都在吵架，说到底要不要开局先涂家。然后嘞，对，然后好像就是有不同的看法，一定有的啊。对，像是觉得涂家交给复活的人涂吗？对，然后现在是觉得涂家是复活的时候才去涂一下。嗯。哇，这是滚筒的痕迹。No。哇，你连痕迹都看得出来，不会是安妮主播，不会是我看中的对象。哎、欸，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这样讲话，你要说，我不会改。哎呀！为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因为我不改吗？说错话了是不是？嗯，说错话整队被 ace 掉。哎、欸，鲨鱼！啊，我怎么后面有一个啦？哇哇哇哇哇！讨厌鬼！我来制裁了。没有，就每种玩法都有啊。但我至少确定最后一分钟的最后十秒钟的时候，不要再往前飞了，赶快来守家会比较好。那一趴真的是很难过了。靠！你又讲了，真的。不要往外跳，对不对？跳去对面，超级跳。我在犹豫要不要剪下这一段，你知道吗？我想，错误示范。不要，谢谢。我没剪啊。我说你没剪啊，你剪了，那你会抛我那一段吗？对啊，抛我。哎、欸。妈进人！哎，又来！我就说番茄最后五秒放这个饮料站就是来蹭 KDA 的。你知道他先点那一步，他说快夸我，然后我下一秒就听到我说噔噔噔。你这真好。还有什么话？我真的很抱歉，就这样子擅自的走进你的心里。然后什么？我现在准许你可以爱上我之类的那种话。现在准许你爱上我。你是跟我说吗？还是跟他至少不是跟番茄说的啦。是不是跟安妮说我不确定，但是至少不是跟番茄说，这点我敢保证。然后用我这辈子的信用，搞不好我是教番茄怎么撩人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跟蜂糖这样讲啊。我就是说我跟蜂糖没关系哦，等等。为什么会没关系啊？这真的没关系啊，我们就只不过是因为徽章而认识的朋友啊。那也可以是因为徽章而在一起的朋友啊。没有啊，这种。他也不想交伴侣 啊，我也不想交啊，就这样啊，对啊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都不要交啊，这样吗？没关系，没有啊，你是不是真的很在意啊？这个没关系，这个没关系，听起来超走心的，没关系啊，我就没关系啊，真的没关系，你要不要在一起决定嘛啊，你就只是失去了一个爱你的人，哇、啊，超情乐的哎、欸。
想喝。你知道？在哪里？在你隔壁啊，上面。在你刚刚跳下去的地方。你要放，可不可以用讲的，不要用等的人等等，可以吗？我求你了。我要放老子的等等等。哎、欸，教主要唱了哦，噔噔噔噔噔。那你爆头了。哎呀！哎、欸，我会生气哦。差一秒吗？我会生气哦。好像差四秒哎、欸。对啊，差四秒。我学到了。断线那一，他是断线那一刻还是断线后？嗯，他我没有注意，我们打得很激烈。不会去看。嗯，怎么啦？是不是杀了四个，结果断线了？好不容易抽到这张图，我不喜欢另一张，太大了。嗯。我这边突然恭喜繁星和番茄在一起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真的恭喜你们两个！你那边好像会催会很严重哦。不好意思、欸，我择偶条件，他第一点就没办法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第一点就是我放肆这一点。对啊，我择偶条件第一。女生好吗？她穿女装的，她穿女装是其他人好吗？那不是我，我只在帮其他观众谋福利，不代表是我自己想看，你知道吗？她今天还讲，她那时候还讲了一句话说，我说不要，番茄穿女装我不看，嘿，然后对她好像本来想讲说，对啊，如果教主要穿要看的话，我穿，我说、啊、你可以穿啊，我不看而已啊。啊，抱歉。哇哇哇！这边是有个冰壶推过来啊，那边是有一个五二，是不是？哦，印章。我之前丢了个饮料，你们喝的都要花去喝吧。啊！我被印章追杀！哇哇哇哇！是，哎、欸，他们三个人护着那个印章在左边呢、欸，至于吗？好团结哦，他们。对啊，那像番茄，我怎么没有啊？很棒！我怎么的？好，一分钟。哦呦，番茄要被印章扣了。没错，还在呢。冲啊！最后一分钟，加多没洗干净。你还记得他们不需要吗？他们玩前年就好了。番茄，不对，哎呀，任科拆电，哎呀。嗯，有本事你上来啊，印章！我把它丢上来，吓死！你就把印章丢上去。怎么输这么惨？可恶！那我们一个小朝才只赢一场。晚上好。
好好想要最右边的一个名牌哦。这名牌好酷、哦。那不是抽到的吗？还是拿到的吗？应该是抽到的吧。因为不是目录等级提升可以拿到一个东西吗？一个名牌，我有拿到一个。我还没有。加二嘞、欸！啊你我来了，让你等太久。祭典背是干嘛的？听说祭典背越多，你越会比较容易排到加倍的场次。就十倍啊，三百三啊。那、啊、你昨天有遇到十倍过吗？啊、肯定有的吧？你看都加二了，没有。玩你玩很多场、欸，你是赢很多场还是输很多场？我好像之晚上去玩了三四场的样子，也没有玩很多。三四场而已，那你一定连赢哇！不会是按主播？没有啊，昨天本来你就比我靠前啊。没有，我靠前追逐了一下你的脚步50而已，哪有五十而已？说啥呢？啊，你一定是担心我又超过你，你为了想跟我一样。然后你先往前啊，我懂我懂，对不起，我让你等了。怎么我刚到，那都是假的，没关系。给本宫跟一跟什么一？哦，白痴哦。好啊，来啊，你拖，我帮你跟。感谢夏西会员，有人是不是？拿出来就没了。我们这局要赢了吗？我不好开心。怎么硬照从我旁边跳下来覆盖我啊！吓死我！这一张很开心的在中间呢，哇！哎，番茄，我们被偷屁股，你都不讲一声？啊，我也知道了。你要讲沟通，会有都不沟通，天哪！我在回头看繁星，我在回头看繁星，他说他被硬张扣，我想说回头看一眼。我想你看到他，你才。你感受到他在攻击你才走的、欸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们欠缺就是跟队友的沟通，我们都有通话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优势是什么？除了是实况组，我们还有一个安妮在。哦，不要，三个在加他们家，哎呀，快点，我拖住他们一下下了。你要随时盾啊，所以你才会要一个技能，就是那个波筒的那个啊，能那个炮。说，哦，好久没啊，这个波筒过来了。哇！加了没有？高哎、欸。这么阴险的吗？对面，好过分哦！他喜欢偷屁股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、欸，番茄对不对？哇！喜欢偷番茄的屁股。喏、嗯。我刚刚直接跳下去用弓箭射那个人，然后都觉得自己好帅。你说你本人的样子吗？我就拿弓箭敲你头，我跟你讲。
我应该拿弓箭的箭弦抵住你的脖子往上顶的那种吗？然后让你脖子上面有那个弦的痕迹，有没有那种杀画面呢？有啊，那个画面很严重，很严重，这样，仿佛翻起来在说：“再大力一点，越深就是你爱我的样子，你的形状。”你可以再沉一点没关系，我可以再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我会怕。怕不够大力是不是？我以为你说可以再大力一点。对啊，怕不够大力哦、喔。我就在想，那个弓箭如果真的没有箭矢，可以拿鞭子有没有？用甩的也可以甩死人。对面有一个跟你一样的武器哦，赶紧！我想洗澡了。哎也是啊，莫非安妮你也是短工吗、哦？不是，我是洗澡的泡澡桶。那谁是短工？润哥吗？润哥。好，没事。而且没了。什么？哇哇哇！拿短工是吗？那我再拿一下。你又不会用。我靠！那是章鱼。你当时以为很好用，你不是弄一弄弄到你连一场大都没开过吗？我有啊，我有开过啊，我有开过。哦。不然我那时候跟你讲说，你就当作是涂料而已，不要你不要抱着说会杀到人，对吧、啊？除非就是你队友在跟他互干啊，啊你脚下有有我方的墨，他逃不了，他就会杀到人的，就像这样子。没有墨，对，对。小安安啊，我稍早帮你们茄子主播把 OBS 解决了，茄子主播、嗯、有一个声音也好听的实况一，我在他们家哦、喔，有人想偷的话，哦，我死了。游戏一直断线是正常的吗？正常的、啊，正常的、啊，毕竟它叫断线三嘛。你不正常要跟我说，要我怎么不正常法？拜托，三个人，你这么凶啊，经理？是我们呐、啊，工具组的，我们也是工具组的啊，互相残杀。真的很神欸，都只是听说工具在内斗，可是为什么是绿队赢了？又换了，怎么来？请说，想换什么？要出去买对不对？没有啦，我忘记换，我想换回我的弓，还有
要把拖走，有时候很快。射，哦，射程很远哦。啊，他射过去的时候会超大啊。内斗没有队伍分数，对啊，我在想啊，你看我们今天都在内斗，啊，然后绿队都是赢，都是赢，都是赢，还是输。绿队一直吃食物，他们一直内斗，自己打得很开心。那、啊、下次选队，我们先去看一下国外的论坛。下次选队，我们先去关心一下五界要选什么队伍。对，五界好像很厉害，他选的都会赢耶。目前他的胜率100%。吧，这个人，我妈，谢谢。难道我就吃得到我们家队友的饮料？哇哇哇哇！三千！哎，我支不住，害怕害怕害怕！我掉下去了，加油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卖这样？哈哈哈哈哈！好恐怖的！哈哈哈哈哈！而且快跑啊！死了啊！又死了！我不知道这样开了一个洞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先卖我。好啦。番茄，我懂了。你卖我就算了，你卖我女神。哎呀！哦，哇，北站。小心哦，有那个，碎碎碎碎。还不死吗？这个人，天哪，我也太不准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的准度我来。哎、欸，有饮料哎、欸，干我死了哎、欸！番茄，怎么了？你开饮料机怎么没有说？你怎么没有唱歌？这不是我开的。噔噔哎，我后面有一个人进来。啊，后面。他们一直跑到后面去。恒星，我跟你复盘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。哎，我听我听。刚才我跟番茄站在中间那个圆圆的地方，我们最开始不是压着对面打，站住了中间的圆圆吗？然后我就跟番茄两个人很开心的往对面一直泼啊泼啊泼啊泼，然后呢，突然就有点控制不住了，对面压过来三个，然后刚好他那个圆圆不是会一直转转转，然后。压不住的时候，番茄就纵身一跃下去了。哎、欸，我先走了。他掉去下面，然后他还非常淡定的跟我说：“我先下去喽。”我跟你讲，我是真的不小心掉下去了，我不是故意。不是你掉下去也不要补那句话吧？哎、欸，我不小心的，这样之类的啊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先下去了。”可信度。我们俩本来站就是泼得很开心，一左一右，然后还。一边泼一泼，然后同时还会一起潜下去补一下墨，这样子并肩作战。他突然
人就跳下去。不然怎么船已经翻了？啊，懂了，患难见真情了吧？啊，好快笑死！他一定在记那个小船，你把他推下去的仇。不是喜欢叫我跳吗？我现在跳给你看啊！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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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没了没了没了，大招没了啊，这个防护罩没法挡大招啊，很痛很痛。哎，要看大哪一种大招。哎，那个雷射啊。哦，那废话，挡不了。废话，我想说挡得了啊，快点，快点！这个饮料在前面，喝不到。我涂家，我涂家。这没有。那你这个去哪里了？这里。我打不死啊！怎么可能？我变螃蟹了、啊！哇哇！哎、欸，这只怪怪的，这只怪怪的，你是不是那个啊？你是不是那个？对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但是，他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啊！这什么队伍？怪怪的，什么东西？你打太久了吧？跟他。对啊。他完全没射到我，我完全射得到他，还不是哎、欸？那只螃蟹好硬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你应该没有什么直播频道吧？直播存档的频道吧？我吗？还是就直接是？对啊。对，我就直接丢在这里。好的，我要去补那个我们异口同声的那一段。啊，我刚不是看到曲奇在这？对，有只怪怪的，有一只超级怪的。也不是说怪，就很卡。那个吗？对啊，那个战术。那个战术。哇，你看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 S 得了。饮料。没喝到。哎呦。外挂？不会吧 ？Switch 很难外挂、欸。目前没有外挂、啊。对啊，有外挂都是一到 PC 上的。对啊，我瞬间想到一款。而且 Switch 没什么敢用外挂、啊，一锁整台锁，有家庭方案、啊，整个家族毁。没有家庭方案好像不会毁。整个家族都会有那个吧？不会吧？我记得有哎、欸。连坐呢？对啊，连坐法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记得好像说是每一啊，没事，我记错了，是 YT 的。有啦有啦，那个植物区有。因为当初就是动物社会一大堆人就阿米博啊，对啊，时空旅人，他就用那个杰克什么的那个啊。有看到别人一场24发射导弹，哇！你确定那不是两人发的吗？我一场四发五发就很了不起了、欸，可是他们彼此互相涂抹，来你一枪我一枪，章鱼，
啊，我们36发。我终于来到我们当那个了、欸，娱乐组的了。对面是工具，我们是娱乐。啊！我开大了，往前冲啊！冲啊！哦，妈头！你叫我回家扫地就说嘛，我回家，我回家。左边，哎呀，你们怎么同归于尽啊？看得出来了吧？这已经暗示的这么明显了。哇哇哇哇哇哇！三杀！哇，要四杀了吗？哇，四杀！为什么他的鞋子比较快啊？哦，他有那个啦，对对对，他有踩在那个上面。然后涂在他前面呢，还可以走那么快。你说啥？我说我肚子痛，好痛，我去上。现在吗？一分钟哎、欸。我说这场完了。哦。然后我现在去，你可以是可以的啦。你可以拿着 Switch， 你可以拿进去啊。有 WiFi 啊。对，一个。屏幕黑又不会怎样，你可以拿着新的武器叫马桶啊。你不知道 Switch 的优点就是可以到处带吗？对啊。就跟小鱼带着蓝牙耳机去厕所玩一样啊。爬不上去，可恶！感受不到他、欸，哎，讨厌！打不死这个人。啊，我进去，谢谢。是37发，37发，赢了吧？有吧？哎、欸，没有。不可以。哈？他们好像星星点点的比较多。讨厌。我不信。上升调时间会被封号吗？不会，不会啊。调起来，因为你只是老得快而已啊。你可以要再去试试看，加油！希望你的加速器给力。我加速器。好像有的，就是一直连线不稳定的话，可以开加速器，会稍微连线稳一点。那、哦、他真的带 Switch 去厕所、欸？是吗？他还在队伍里啊，但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在听台或是耳机带去厕所。换了新手枪哎、欸。哎呀，他掉线了啦！番茄，这样会被惩罚的。番茄，艾宾预知。我们怀念他。好像要连着掉个3、4左右才会被惩罚。
哦，掉一次马上就会被惩罚十分钟吗？真假？我朋友是六分钟了。怀念他一秒。我们要赢了，要赢了？问号。我刚以为我们只是那个 play 嘞，哦，是 ready 还是什么的？啊，怎么又是这个蓝？可恶！在饱和的蓝。螃蟹不是螃蟹，鲨鱼。哦，两只！天哪！哇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对，救救安妮！换我！哦不！我死他！哎呦喂，暗战身上会发出一个东西过去耶。喂。可以先躲一个，对，我在打，我在射墙壁。那个粉红色扁帽，我一直等不到哎，那也是阿米佛吗？应该不是吧？红色的什么毛毛毛线？啊、哦，那个是买的。哦，还是你要买吗？我可以给你，我可以穿起来，你可以摸。哦，你穿过的？就在广场，原味的，哈哈，不是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比较安妮的，有洞吗？很多吗？它好像很差，但是对它很差。在商店，对，在商店再遇到的话，就可以花10000块打一下。哦，欸啊、我要被喇叭雷射打死。哇，我觉得我进步很多了，哇！阿波罗这个武器真的是，我要写信给老人。嗯，我做了那么多你们的影片，要求你们三个武器不过分吧？对啊。不好意思，我用的毛笔没那么多汁水的。哎、欸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我们很棒，我们很棒。前面两个很棒，一直抹。看看。对不对？哎呀，有吗？有吗？番茄，我们知道胜利的密码了。哎、欸，这个人还刚好跟我们是同一个发型哎。哇，番茄！笑死！我刚才没戴上耳机，我就听到你叫我。我们输了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所以我刚
跳出去的那一场，你们我没你有跳成功吗？马上就出来了啊！你有惩罚吗？欸、对。你先看一下你惩罚几分钟。我们这样还可以再赢一局。这样好像没有头发哦。可以再赢一局哦。哦，那我知道，你为什么刚刚叫我？番茄。没有啦，刚也是险胜啊。好奇怪哦，每次我离开第一局都会赢。你叫第一局，那我刚刚离开第二局。也这样子啊。你的观众还是爱你的啊。你在中。我在装，我说你在装，我想五你在装，我们要大退吗？没有排档啊，大退吗？现在退吗？啊、你们不是要大退大退？我退了，我退了，大退没，你的小情绪来了啊，我听得出来啊，什么小情绪？嗯，田馥甄唱的没有啊？我去了一下，我去了一下厕所，结果没多久，我网络就不稳了。哦，你真的带进去厕所了？对啊。哦。哎呀，再开一次广播了。广播路过，不要错过。所以莎莎应该是章鱼吧？耳朵那么圆。对啊。嗯。哎，他是章鱼。啊，为了他。不行，我要为了安妮比较多。我要去二楼打 call。这边可以看。去看他们表演是不是？对啊，这个位置可以看得到。我好像没有头发的样子，好笑。好像没问题。什么东西？你说没有头发好像没问题是不是？不是啦，我说会，我说没有惩罚啦。哦吼。你一下子忘记你昨天都叫你怎样了？闭嘴吗？还是什么？那我不要吵。哦、对对对，你不要问啊。哎、欸，我要去投票。凶巴巴的番茄。我哪有凶你？不要问。不要问他。我忘记了，我为什么会突然说不要问呢？忘记了。忘记就代表不重要啊！啊，我们都没吃券，看一下我券有没有转到券。哎、欸，刚不是有吃吗？吃什么？哎，你一开始不是有吃吗？有啊。我没吃。没吃啊？没有啊？有啊对啊。不是我吃。你不要骗我。你现在吃得了吗？现在可以啊。然后没有、啊，还没进队伍。对啊。我吃了。可以啊。哎、欸。完了。怎么了？没有，玩到取消了。然后自己再吃那个金钱哦。来了。可是刚回来的时候，惩罚时间结束没有？他刚刚，他刚刚有跟我说，如果说再有类似的状况发生的话，就会惩罚，所以代表这次没惩罚。可是有时候断线真的不是我们想要的。我之前去玩那个挑战的真格断线的话，他就算你输，哎，超过分。对啊，他就是算你输没错啊。可是有时候断线就真的不是我们想要的，对不对，老乐？而且如果你吃了券的话，他即使断线，他也算你。用掉了那个，我没吃券，我等一下先离开，刚变得太快了。哎、欸，刚好你去摸这个帽子，你去广场上找我就可以。你是要这个帽子吗？你等一下先不要动，我去看你。我们先，对，
啊，还有墨，不好意思。对啊，怎么那么直？这个，它是跟着颜色走的。哦，好啊。刚好退一下，你可以去广场上找我。好。然后买那个帽子。就摸你的脸，摸你的头。对啊。来摸我。嗯、好，没问题。看一下，1分25秒，我来当那个手机铃声之类的。感谢订阅，还心有人追随喽。帽子，来摸我。帽子。12秒，帮我记一下，1小时25分，这一段很重要。好啦，危险了，我感受到危险了。绿色的时候是绿帽子。哇，对，我们不会啦，机会不大啦。完了！哇哇哇哇哇！在哪？他刚想要随我。哇哇！我是神吧？哇！我在陶醉在自己的剑法之下。我没有人。有，射到一发了。哇哇哇哇！印章。两个印章。我觉得他印章放在胯下这个角度不是很好看，要不要投诉一下？俩。太大一颗，我两次。哇，讨厌！他应该只差一点。哇，怎么有乌龟？不是，怎么有螃蟹？有乌龟。以后125是我跟安妮很重要的数字。哇哇哇！输了，完了，再乱讲话。可是我杀的很多。番茄，我拿错枪了。出场费呀，点退出啊！好，是，什么阿头？去买，去摸头喽！安妮在哪？这一定是你，有一个这么美的气质，一定是你！天啊，找到了，预定。啊，就是这个了。边吃，哦，所以它其实就是扁帽啊，只是，不，针织帽啊，只是看说是什么。用餐是吗？我被霸凌吗？没有啊，所以他应该关麦了。等一下。没有，他没关的、欸。我觉得应该是，你被机器霸了。哇！你讲话没声音哦。喂喂喂。喂喂喂。
喂喂喂，摸西摸西。所以他是，就是他样式就是这样子啊，颜色就是看你说，就是。对，他就是看你是什么墨的颜色。哦。哎呀 ，Tomato 拿出了我最讨厌的武器。我想试试看。你算了吧。那我是吗？你想恶心的？拜托你去恶心对面，拜托。要不然我恶心吗？飘飘打脸。你就会看到我复活一直在上面不下来。哇！真没有个很恶心的武器。嗯，跟你一样。天绿帽了耶！如果这个时候戴的话，绿绿的。恶心到他了，他恶心到我了。哦，独家哈。哇哇哇！好。啊，男人就是该家里做些家务啊。安妮出去打拼，白金在家打扫。啊，丢垃圾了。敲他脸，番茄。哎呀。好，没事，没问题，安妮来，我接住你了。笑死！番茄，哇啊，番茄，你为什么也没了？后面好像有人在打我。有。哇，又是那个东西，跳跳绳。哦哦，阿姨，阿姨，不行，那玻璃。啊，两只。这么好玩的、啊，你以后就用这个吧。你以后请玩那一把，谢谢。哎、欸，那把好像，哎、欸，那把有饮料机吗？这把是那个雷射。啊，不行。什么叫怎么安妮是？怎么哇安妮是虾？哦，我看成怎么安妮是虾。哦，讲错话。小心小心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喂啊，哇，谢谢谢谢，帮你复仇了，谢谢谢谢。我们有点劣势哦。哎呀，对面也巴波罗是不是？嗯，哥，我刚刚就说他们两个可以去互相恶心了。好玩吗，巴波罗？不错哎。那就练那一把，请把连发手法拿出来。啊，连发手法已经没电了，而且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弄。啊？光？这从我姐拿，从我姐那边 A 来的，她不玩，她肯定不玩。啊，我不知道这把的连发手法怎么弄。
哦，啊不就是中间按钮按下去，先压着，然后再按你要的连发。不一样啊，每个不一样啊，我是两指啊，我是两指的啊，你也是两指，对啊，两指的我有啊，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想要连发，哎、欸，这把很重哎、欸，两指蛮重的啊，我实际上手上拿了个小猫，很轻哎、欸，也是两指的、欸，我拿轻的好了啊，不是。哦，好吧，随便你啊。章鱼，哦，你用那一把，你的食指会断掉。哎、啊，你会断的，没问题。哦，也好啦，你就可以不用当兵了。哇，是啊，是啊。因为你的食指断掉，你不能扣扳机啊，扣扳机就不能当兵了。氮气弹哦，跑哦，跑哦！世界末日哦！呜！嚣张哦，嚣张哦，嚣张哦！这场一打三哎、欸，天哪！得得得得得得！快喝啊，你最有用的哎、欸！你就压着左键直接啊不，压着食指直接往前冲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怎么还有人？还有人？对啊。开飞机喽！哇哇哇！我想要喝那个饮料，我天哪，喝不到了。啊不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没事没事，我就是故意做给你看的。二十秒压住，战气战气战气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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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应该有。啪啪啪啪啪啪。都是好痛，对吧？刚才你找到适合的武器了耶！天啊！拿什么枪啊？近战武器就好了。直接打对面的脸，啪啪啪啪啪！用毛笔刷他的脸。哦，七杀，好多。几杀？七。对啦，你看拿什么双枪？拿什么枪 啊？都拿了，不拿了，巴布罗。你可以练北斋啊，我觉得北斋很好玩的。你看你开大绝之后用忍者勾到对面去，我们传你，哎、欸，是不是？没券啦，我剩下一张券，好像要拿来买什么东西？北斋就一张券而已的东西耶、欸。对啊，可是我就剩一张券啊。那、啊、就一张券啊，就买啊。买什么枪啦？哎、要买什么枪？我想买滚筒啊！滚筒也有一张券的啊。有啊，二十等，我想要拿二十等那一个。那个重是重轻的，还哪一个啊？我有点忘了。要知道轻的滚不死人哦。
我刚才在厕所里面断线的时候，我自己去逛一下，哎，我不记得。你在厕所玩滚筒？哎，没事，我也断了。我也断了。碳纤维滚筒哦，断了。啊？看一下哦。番茄家的厕所有毒，提到都会断线。绝缘体。哎、欸，我没卷哎、欸，什么声音？刚刚是什么声音？我有什么奶奶可以选的？哎、欸，对了，我要那个。我什么奶奶可以选啊？我刚说你很多奶奶一样。对啊，有什么奶奶？想睡的奶奶，低出好像只有低出末日可以玩。还有什么快速射击的奶奶，大胆的奶奶，一生的奶奶，十年前是奶奶，对吧、啊？他们十年前是奶奶，十年后都没有好玩的青春。漂浮的奶奶听起来有一点害怕。奶奶，第二代奶奶，海滩姑娘，害羞的奶奶，不要了，还是觉得狂潮中的奶奶好。好了，狂潮中的奶奶来了。什么？什么中的奶奶？狂潮中的奶奶。哦，狂潮中的奶奶。还是喜欢低出墨汁。你还可以看我的那个、啊、名牌啊！哥，我记得我是拿到那个，哎、欸，那叫啥？过路等级的，对啊。哦，好看呢。啊，就这个，这也是抽到的。滚筒，你可以赢，番茄，相信你。他们就只是个滚筒。厉害吗？啊？滚筒不是比较厉害吗？没有哦。没有吗？没有哦。你可能要绕他的屁股。你要绕，你的泥比他灵活。从后面。有人绕进来了。滚筒，你不要啊！那是我队友哎、欸。哦，夹心饼干哦。呜呜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好吃不足。有一个滚筒好嚣张哦！哎、欸，隔壁，你隔壁，你隔壁。喂喂，不要！可恶！他有饮料喝，他有饮料喝，可恶！报仇了，报仇了！螃蟹！呜、哦！啊！打他！绕你屁屁！赢了！螃蟹。哇，至于吗？打不赢滚筒吗？哦，滚筒，你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哎、欸，滚筒，天哪！哇，好可怕！不就是恐怖游戏啊？玩什么女鬼桥啊？那还比较好玩哎、欸！我可以射鬼、欸，射鬼，对，石像。喂，这个螃蟹是不是看不到？下去，我下去打哦。
很多人哦。哦不，可以。那个谁，番茄飞你哦。这边有人哦。杀了他。我被杀了。他是个滚筒。我已经死了，谢谢。早点说。你看。下次请说这边有滚筒，我就知道我不会飞你了。你说你要飞的话，他才过来。你就说这边有人，好啦，没事啦。你讲的时候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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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讲的时候，我还没跟你在一起啊。不好意思、欸，可不小心骚扰女主播吗？我都觉得很奇怪的。我其实都是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脸皮也那么厚。番茄，嗯，你不开心了，对不对？嗯、那很好啊。嗯，你在讲话？没事啦，封糖在看呐、啊。你下次就是躲在边边，真的是就涂一格躲边边，不要让人家看到。那就跳起来找他脸就对了。不是、啊，那滚筒直接滚过我吗？不是，你不能涂太大面积的，你知道它是那种边边角角的，或是……啊，那时候没有剪出来，我那时候就是滚筒那个躲在边边，然后跳起来，啪！只要你人形。挥着走的话，应该比滚筒走得快。对啊，你躲进那个赛车的话，你那个喷墨压下去，你可以尬赢他。你们俩可以玩赛车游戏。嗯，番茄，你好像会死哦。嗯？为什么？我为什么？没事。知道了吗？好。我徒弟。棒棒棒棒棒！别后面后面！哦，好了，我换掉他了。啊！安妮，是你一个。呀！不该留你一个人的，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安妮，我先下去喽。换一个角度我就抓到他。啊不，这边怎么墨？哎呀，我敌方的墨脚被黏住了。哦，我还有其他的东西啊，你要听吗？就说我可以跟你做朋友吗？哦，嗯，刚好我是男生，你可以叫我男朋友。哦、对不起，我要被制裁了，我要被制裁了。他怎么只打我？他一定是观众。你有听过？好像觉得有点弱。有点弱是不是？你想要听强的吗？还有什么？我要想一下，突然太突然。啊，有个比较直接的，你要听吗？好。老婆。讲完老婆就死了啦。啊。直线球。我来吃，我来吃，来吃，吃吃吃吃。对啊，每次讲完就死哎、欸。哦，哎、欸，每次都是他，他是你的独角兽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了，而且每次都你杀了他，天啊！没有摸，可恶！你可以摸我，
我好热，番茄怎么不说话啊？对吧、啊？我就静静听着你们在互撩啊。我什么叫互撩？只有我撩他好吗？只有我单方面好吗？我叫互撩。你是不是今年是不是听得很开心？啊？你是不是听得很开心？现在是在做笔记。我干嘛做？可以做一下啊。像刚刚的，哎、欸，老婆。我签到你等这么久，记得之前有一个比较强的，我一直都没有拿来用，因为我怕说这个就是真的太过头了。我忘记了，因为那阵子就是玩阿尔宙斯在撩观众，但是觉得说还是不要当这一类的实况主好了，不然刚一直讲好像不太好，讲到自己都差点走心了。你打赢滚筒了，番茄，你打哦，他打赢了。我想说打赢的奖励你一下，我可以寄我跟安妮的婚纱照给你对的。直接把对门敲死，太恐怖。后面还有一个啊，讨厌鬼！你讲讨厌鬼，我会觉得你好笑。你讨厌鬼耶？讨厌啊！我吗？没有。我哪敢？你是白痴哎！我哪敢唱？滚筒哎！滚筒哎！滚筒在番茄上。放你！他死了！不是啦，我在瞄其他人啦。哦，小猪，你在瞄那个滚筒。黄队长。好顽强的螃蟹哦！哦，被他发现我在上面。他怎么可以发现你？是我先发现的。那个螃蟹还在耶！天哪，嚣张了吗？哇！还有两只哦！哇！啊，还有一只啊！有机会，我们很棒。有吗？有，我刚看了一下地图，瞄了一下，我们有红星 A。哎呀，我们家有一些有的没的。哦，赞哦！哇，好强！
不用再背其他的台词。我们拿到三个鱿鱼勋章，勋章好像都是扭蛋还是干嘛解到的。哦，不是啦，徽章是有一些是你的武器熟练度到了，他就会送你。手游的声音，特级枪。怎么了？被抓到了，可恶！好啦，老婆不要生气啦。今晚有吃个熬龙虾，帮你料理。你看，我让你少出门，就是因为怕你死掉，对不对？哦，来，老婆来，哦，躲好了。你要来了吗？我不来。那边有一张，我再不去。没有啊，我就躲很边边啊。干嘛？我害过你吗？你都害我啊！我爱你不害你，好吗？你害我这么喜欢你。帮我记着，1小时57分，天哪！对吧？今天的直播我赚了，我们要撩回去，怎么可以示弱？好，为了不能输，我要杀去对面了。然后说对不起，让你等这么久，我来了。找不到我，笑死！哦，又一只印章，鬼吧！喂！天哪，我竟然还活着！到底什么枪射速这么快啊？广域啊！危险！哇，中间都是他们的了，可恶！
这局好精彩，我也觉得很精彩。这局我觉得很棒哎。你说被撩的部分吗？对啊。啊，刚好我去洗个杯子。得把彼此的攻防还不错。游行，我们来换个武器哈。好啊。角色公主。是我被撩可以，只是被安妮撩到，觉得哇，怎么会？居然会有安妮会撩到我的时候，我没有害过你呀、啊欸！你加三了哎、欸，耶、yeah. ！太快了吧，现在加一而已。我们一二三哎、欸。是说这个会跟最后拿到的奖励有差哦，越高越多是不是？应该是说多少都不知道。嗯，结果刚好就多一、多二、多三。哎呀，其实这奖项蛮少。对面的有一个赢100%的，哎、欸，换地图了，有了吧？番茄，丽江是番茄很喜欢的游泳地图，我很喜欢，不是吧？你不是很想把饮料机往外面丢吗？哎、欸，对哦，还没丢过。他说我没有很想，我只是想测试而已。哦，你不是想测试？好气了，补一下家好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欢迎来到我跟安妮的婚礼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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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乱讲话，不是，我是真的发现我乱讲话。哦，没了吗？可是我还没死啊，我是觉得讲这种话不是很好啊，我死了。不行，哦你哦，你太早下来找我了。我想说，你要杀了安妮，先经过我的同意，啊，我死了。我冲过去吃炸弹，我是笨蛋。哇，安妮啊！我安妮很会押韵呢，哇，你一定是那叫什么啊、说唱安妮。
哇，楼上在漏水。楼上在漏水？哦。你头上在漏分打。哈哈哈哈哈。头上在漏水，你有点恐怖。不会啊，你又不是看没看过我家，这情况下会漏水是正常的吧？也是啦。虽然你没进来，可是你看外部结构，你知道吧？嗯。啊，确实。跟我爸的那一件。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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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想。哎、欸，剩一个喽，剩一个喔 ，Tomato， 你小心哦、喔。加油啊，番茄！全村的希望。好了，剩你们三个了。没事，剩我跟安妮呀。没有。看来是。哎、欸。哎呦！哎呦！哇，有。有番茄死了就不一样。撑很久了，你很棒。你的自从换了笔刷之后，像鬼一样的在前线冲哎、欸。对啊，哦，只能在前面刷，我不能做什么。也是啊，我每次想要跳人的时候，我看发现超靠前，不敢跳。满清和安妮的婚礼那番茄嘞，我可以请他当伴童，好不好？半桶半瓤，半桶半桶是什么？那叫什么忘记了？不是有在那边啊？花桶啊，半桶啊。花桶不是通常都是要找比较年纪小的人吗？你很小啊。就你啊。然后不就对了？证婚人不用啦。他会可能就唯一一个说有人反对吗？我反对。那看来还是不要让他出现在现场好了。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。你在偷笑哦？对啊，谁在偷笑？你啊？没有啊。你看他在掉着眼泪。反正还哽咽。图是什么？哟，阿弟没玩过。哇哇哇！这一张很容易跌到水里哦，小心一点哦。我感受得出来。不要游泳哦。这张就是我四杀的那张地图啊。我好凶哦！我们有四个喇叭，是不是？哎、欸、呀，后面后面，他落水吗？没有吧。落伞掉下去。他躲闪啊！啊，那个泡泡真的。我们右边一只，右边一只。我们右边一只。番茄，把他脸。哦，你好棒，你好棒，你好棒。哦哦。然后这样水会升上来。那喇叭炮呢？对，等一下是吧？讲错了，那个水会降下去。那水会升上来，太恐怖吧？已经没有立足点了。哦。太多人了，是个。来，水下降。等等等等。我这样子还蛮有趣的。还不错啊。哦，想起啊，刚你来玩的时候，我在工作啊。哎呦！任哥，我来陪你了。那地图怎么这样子显示的、啊？斜的哎、欸，天啊！那你丢炸弹给我吃哎、欸，好快哦、喔！
等一下，我们家那个是哪边是我们家、啊？哪边是我们家、啊？哇，冲啊！最后十五秒，你回不了家了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两边本来都是绿的。我刚想说奇怪，我该飞谁？哪？看看。没有，刚刚右下角也都是全绿的，应该是番茄的功劳吧？还是谁？没有，那个、润哥是那个在那边。你刚好记得深入敌方。你刚好记得我说，怎么地图是长这样啊？你好猛哦！我九五，刚刚番茄超凶猛的，他直接跳到那一个小岛上面，那人就不见了。哦、你是说他就不见了，还是队友就不对手就不见了？对手就不见了，然后凶猛的啪啪，他就不见了。其实我刚刚开台前正在听的就是嘉宾。还有那支蜡烛卡。我也要走上面，我才下来的。好，我走。来来来来来，他不要你，我要。番茄，有个房子。啊，好不。番茄，你太过分了哦。怎么了？你让安妮掉了眼泪。可是我刚刚牺牲了我那救他、欸、对你害他了哭了，你知道女生这辈子会哭就是因为重要的人伤害了他，所以我才说单身的美好、啊、嗯哎、欸、这边有一个上面哦哦润哥加油，好润哥死了，不好意思，是他真的叫润哥还是？他叫瑞，可是。哦、瑞。对。哦。啊、是因为年纪比较大啊？不是。哦、那我叫他瑞哥应该是可以吧？还是我要叫瑞弟弟？没有，我们因为他打的是跟他都比较大腿，所以哦，喊一声哥。哥，你好棒，哥。有感受到。然后有时候想说，嗯，练大腿还是不要练好，练小腿好了。大腿练一练，对，抱大腿。太结实的话，怕有时候人家女孩子手没有力抓不住。各位紫色的同仁们，小心一点。啊，不要太心急啊！但现在他们是劣势，但是会反败啊！啊啊啊！不小心杀了一个啊！啊，又一个死了啊！不好意思，啊是队友，不好意思。在干嘛？我们家有一把银喷。哎、欸，他为什么？他就怪怪的，对不对？好的。哎呀，保护上。哦，我们被 Ace。
好奇怪，他是觉得自己没有活的希望了吗？他直接不动哎、欸。嗯，棒棒棒棒。哦，我的泡澡桶变四星了。哦，加二。加几才会升啊？加什么？你加三。工具啊，都好加三。啊，升什么东西？加三之后升称号啊。哦。还是就是加三、加四、加五、加六。对，他就一直讲。我今天看到，对，最后了。是不是感觉到老任很敷衍？想说至少来个死侍的工具人之类的。死侍的工具。哎，我们连胜哦。他们也连胜。我们刚赢吗？我刚是赢的吗？我们刚赢的。自从番茄找到了自己心爱的武器，嗯，心爱的人，没有，没有心爱的人。你没有心爱的人，你还有游戏。哇哇哇！螃蟹。哇！跳上来。我家呢？哇，鲨鱼！这诡异的视角真的是……站哦！哦不！哦！啊！那个玩的还比我好，这北山。家里三个人。哎呀，谁偷我？啊，是他的碳酸炸弹。哇，我们家这么橘哦，才注意到。哦。家里还多一个。真的好烦啊。过不去。啊。
亚三。三二一。固定杀死也是工具派的。对。之前跟我们斗争合作过那个。那、啊、你还记得吗？嗯，好像真的选，感觉选工具的人多很多。对啊，因为实况组的力量。虾皮也是啊，扎皮，扎皮，刚爱喝东西。那边也有一个表情符号。你是朋友了。我没有，我跟他只是朋友啊，你不要吃醋啊，朋友而已。有内鬼，快终止交易。下去。呀，我看到有人跳水。去哪了？你都拿着银针的那个吗？哦哦哦！跑后面。哇！哦，楼上漏水，楼上漏水。哇，来了个喇叭雷声。哇，又来了个鲨鱼！天哪！哇，他下去了，看到了。他冲下去了吗？对，鲨鱼下去了。哇，来了个螃蟹。对面好海鲜哦！天啊！他们自己家都没有漆耶，好好笑。然后开始猥琐的打法。真没个发火的人就简单。宝宝宝宝宝宝，宝宝宝宝宝宝，哇哇哇哇！他怎么飞那么高的啊？我刚锁定他的时候，他在荧幕外面呢。好混乱哦！现在我是谁？我在哪？你是我老婆安妮，还记得我吗？哦，你应该是忘了，你应该是忘了，你应该是忘了啊！不能讲话，不能讲话，要输了，要输了。哇哇哇哇哇！哇！瞬间移走哎，天哪！好强哦！啊，没魔，没魔，去打个蓝 buff 吧。哎、欸，你有玩哦？他有啊，他有玩死，现在应该还在玩。对，手游的每天会打个两三场。啊、要不是当初要跳兵进来玩的话，要不然应该下来的更。完蛋完蛋，要输！我想输。看那个表情符号，好可爱哦！看那个是流汗吗？有汗颜呐、啊！我觉得没人选打发时间的队伍，可是他们在赢哎、欸。嗯。他说人对不对？选那些都是怪物。
喝的地图还真的是说好有趣有是有趣，可是前面好危险，就很容易跳水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刚刚跳了一次。而且它那个水面上升之后，还是什么之后，跳水的位置有人死了，又跳水了。我原来没有屏。我应该直接跳水不给他杀了、啊、真的哇不好意思、欸、这边我们家耶、欸、好过分哎、欸，臭鸡！发现我在上面，讨厌！机器人。你说双枪？对。给他抱了一下，中场好多人。原来教主搬起来 O 区哦，就是因为我老婆在 O 区啊，没办法，就跟过跟着嫁过来了。他从香港嫁到 O 区来了，变欧洲人。他看起来选香港区的。他似乎是可以连线的样子。但如果只有这点有这个问题，平常玩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玩。嗯，我刚因为我开始前看到有香港的朋友可会合嘛。啊，没事，反正我们原本要找那个工具人，今天估计也没空了。好久没跟他打游戏哦，上次跟他玩好像是马里奥派对了。哇，那有够久了。哇，哎、欸，繁星啊，你断线了。我来了。比赛中没事。我们没有在比赛中啊。大退。啊，我们来听他啰嗦了。
本台时光。食物队只遇到过工具人队，真的，但是遇到的绿队就都很凶。对啊，两万桶那肯定是我还没先进去。我看到说要祭典结束，他才会公布三队实际投票的人数。所以我们结束才剩下一个小时多。没，好像是到礼拜一，到礼拜一早上八点才结束啦，才会宣布结果。我们的八点吗？对，就是换日的时候。哦。啊，二连胜，了不起喽！等一下，我没事。你不会呀、啊？去游泳。我个人是蛮喜欢游泳的，不知道怎么想。我不想听啊！哇，你怎么想？我不是这样不绕也奇怪了啊！快点抱得到我。对，礼拜一早上八点结束，就是游戏换日不是八点吗？刚好48小时的祭典，然后就可以拿超级熔炉打孔喽！哇，番茄好好凶猛！你每次都在那个小岛上把人干掉，哎，默默的干掉人家。我觉得我要换一个手法，我的机器好像坏掉。哇，他一直在那边哎，番茄小岛上有一只。要抢！哎，在前面厮杀，啊死了！而且我帮你死掉了，我累死了。斜角下、哦、那个斜坡下面角角，我真的不喜欢这个球哎、欸，螃蟹啊！哇，我想要火的喝饮料，完蛋，饮料就在上面。上面上面，番茄，啊，刚刚被 A 死。好了，哇哇哇！积木，
这个地图常常落海，真的。啊，对面要四连胜了，可恶！你可以到几点？什么？你可以玩到几点？你会不会太累？我怕你累。我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我们的那个券还剩多少场？我是哎、欸，那我们就玩到把券吃完。好啊。打到早上八点，打到几点结束？是不是？笑死了呢。然后明天要到100颗熔炉。哇！啊，都是工具内斗。身上的钱都吃完。洗衣机我也听说很强，可是我没有 get 到它要怎么玩。好像是跳坡对不对？哇，怎么瞬间瑞哥没了？哇哇，怎么瞬间番茄也没了是吗？哇，太凶了吧！超凶那个桶！呜、哦，差点掉下去！啊、哦，差点变番茄！讲，你什么意思？哎，被发现！后面那个谁？那你？我竟然是那个谁？哇！我差在想说要老婆还是安妮，我在选一个叫你怎么了？哦，好啦，老婆跟谁？我没有名字。好了啦，我是谁？胖丁，胖可丁。喝饮料。嗨呀！真的一打二，好帅！我看到眼睛。你是不是结想结婚了？想结婚，你要下来打蚊子哦。没有打到吗？还要打蚊子吗？嗯嗯，没有。下来这个套，哎呦！这个桶还没死哦。嗯。天哪！蚊子下来，蚊子。把他上来！哎呀，这个鼻痛！落地成盒，好惨哦！
对面涂的好干好整齐哦，大家里我是该买把银喷来玩啊，可恶，来不及了，算了。就我来用银喷。银金好像现在是 T0 的武器。在祭典后能用，对，只有法螺不行，大家记得睡前将法螺都用光光。法螺现在有吗？还没有吧？一般你有，对，你有目录升等级的话应该会有。哦哦哦哦，所以等一下结束之后记得先去转一转。哎、欸，好。我看到有人转到那个每一种能力碎片十，对，那太神了，好想要哦！哇，这消防栓，印章是会很危险啊，你说你直接拍到水里吗？对，哎呦，我还好，我还好，还好，我是拓海，没填海，没填海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来不及跑。我就不应该跳这么前线的，太自信。你们都有转到过、哦？天哪！没有哎、欸，就没有。我们选欧区的反而都是不欧。喂！哎呀！不好意思哎、欸，我这种作、啊。玩这种地图好爽。你的嘴巴可不可以好听一点？你好不容易拿到一个我们可以赢的武器了。你看到了吗？又开喇叭雷射了，救命！不要追我，让我吸一下你们家的地。真小气，不给吸。这游戏的可以刷题，可以刷题。配刷题就是做写作业刷题目的时候。哦哦哦，
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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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，这样听多了会手抖吧？对啊，很亢奋哎。这场地好难赢，没有错，我一定是场地的问题。对啊，真的超伤的。好伤。他现在还是关闭的，不好意思。我刚不知道为什么是狂按到歪键，所以低头突然歪了一下就抬头了，完蛋了，找不到头的位置，不能低头，皇冠会掉。哎呦，nice 啊，他敢嘟你，我都还没碰过了。在那边是不是？我死了！快点，快点！这难道是演的？这边很危险。没事没事，我跑掉了。超级跳！三七蛋哦！在泼脏水耶，可恶！地图问题，对，只要不看一张地图，我们都可以，是不是？我比较喜欢那个中间圆圆会转转转那个，就是你说爱上我的那张地图吗？我也喜欢那张地图，不然你怎么想？没有啦，那张地图是你害我的地图。嗯，
哇，但我喜欢上你的地图。工具队加油！对对，我感觉他是会连续几场都同一张地图拍的啦，我觉得连跪就是这么来的。哎，断一个。发呆喽！哦不！那我现在也是在养成说，开局就先看一下上面的。刚刚有人说啊，你都玩好顺，你看我们断了，虽然是对面的。有二代记录的话，可以有三张武器金券。嗯。哎、欸，阿番茄，你的二代是那个吗？数位吗？没有啊，实体啊。我当初也是因为日本，所以玩不下去了、啊。哦，那你借我扫啊。再来得及吗？我好像是算了，应该是来不及。晚了，对啊，你去晚了，应该来不及。我现在还在玩体验版呢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在玩前夜的、欸。全业绩，哎、欸，黄色哎、欸，原来是前业绩的，完蛋了，哎，好黄哦，对啊，那个一直跟更高的那个人在对喷，笑死！哦，哎呀，有人跳水哦！那老师，我跳到半空都被他射下来。哇，这个推死三个，太强了吧！无情，无情的男人。番茄加油！哦。啊，你把你报仇了。三千五行，没我哦，是以怎么赢的我都不知道，我赢的都不知道。那突然没墨，然后他踩一踩，用踩到墨汁才要死掉吧？对，踩墨汁会死。哎，你旁边。我只想看到敌方显示危机，危险！
啊，上面一只有一只。咦？应该有，应该有。赞哦！哦，最后他们图好多，怎么鬼？最后有一个人图好多，什么鬼？啊！可恶！怎么？他们什么都是图这么快？银喷哦！他好气哦！天哪！这游戏真的只玩最后，只玩最后三十秒就好。对。复仇功能的衣服，找出虐爆你对手的方位。被那个银喷喷回去了，哎，太厉害了！鲨鱼，那个鲨鱼大的范围啊，就是那2%了。有说打多少分拿什么奖励吗？先是看你的那个称号，永远的什么什么派的话，好像是20多个熔罗旗，但是后面加级会拿到多多少，就目前还没有人知道。欸、如果真的是一加一就一个，加二就2个，会不会太没诚意啊？那很难升哎、欸，他不会就只给一个吧？哎呦，老嫩老不好说。你第一次你第一次是老嫩吗？然吧，没有心。没关系，你可以认识我。你已经认识了好吗？不是你好吗？我说你已经认识男主播了好吗？哦。还有更多熔炉。氮气弹。就看着番茄，它好像出不来的样子。怎么会出不来的样子？这个氮气弹出不来。从厕所出发。蛋呢？熔炉可以干嘛？去给我看影片。啊、安妮。啊，只要有人没看安妮影片，我都会这样叫一下。哦，可恶！后面绕号了，被好可怕、哦、被偷了，一走一样。走开！不给你上，走开！我打不赢他，可恶！等等去看，好、哦，很乖。嗯，建议多看10次。哦，最后30秒，他们被团灭了，快！其实他马上有耗饮料，很快就会回来。一直在跳哎、欸！天哪，不要再跳了！杰瑞哥救命！哦，一半一半哦，现在战况看起来很平很平。哦，
该是我们的。赢了、关键的三十秒，真的，最后三十秒，我觉得死两个以上就很难。啊，最后一场加倍。好。看来前面大招什么都假的。我以后大招只扣在最后三十秒，无色。番茄听到没有？要赢哦！主播说想赢，我努力，我尽量。不行，我想赢。对。啊！又是工具打工具。哇！完蛋了！哎呦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又一个脸。你看到对面的那个表情符号 ？O W O。送不到他哦。哇，他竟然知道我要在这边。喂啊。螃蟹，他是想让我死啊！天哪！我的跳跃键到底是坏的还是好的？跳不起来吗？我明明就按 B 啊，不就有跳啊？奇怪，你那么克我。买一把吧，那两把双枪。快跑！最后三十秒。啊，会玩的双枪真的是。最后一场没办法满足你的梦想了，男主播。一定是这个地图的锅。对，一定是这个地图，已经掉在前面两次。那个地图我们真的好像没赢过。有啦，有一场啦，推到里面去有啊，没有。有啦。推到那一场不是被银喷？被银喷？对啊，这个鲨鱼咬了一。我们前面有一场是赢的。真的。
看有没有地图的胜率啊？看这张地图，胜率是不是很低？啊，笑死！可以抽，这是这是。休息休息。抽奖抽奖。对哦。哦，对对对，抽奖。那看我有多少力？没有我你怎么办？法罗就不见了。哦，无力。棒棒棒棒棒棒棒！什么是斗士卡？哦，鱼虎。猴子、啊。最后一粒。哎。没事。很好。好啦，今天就开到这边啦。那好，这边今天下午有跟到退取的人啊，就是之后有些实况会在退取直播，就到这边啦。啊，还没有去我退取的，记得去找繁星欸。晚点应该就是会在聊天室，不吧，就是资讯栏那边就是开始放那个吧，退取的连结之类的。因为像邪教羊啊，那个鸡嘛那些都在那边玩会比较好玩啊，这样啦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，看看有谁有开台，我们大家快去玩啊！啊，好想爱这个世界，我们再来听一次。好啦，不要闹了，我们来找啊，有谁？有谁？有谁？为什么小雪玩加班台了、啊？我看看哦。我其实一直很想找来这位实况主，不是，一直找不成功哎。看一下，哎，仓普也在开。好，我们先看谁有资格让我倒过去，谁是幸运儿，不是有资格。哦，还是不行啊！就是上次讲那个麦克贝，他声音真的很好听啊！我们去那个诺英群，也他们的三旗生吧，算了，也不行，靠腰又不行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他们家三旗生也不行，达达不用了，达达已经人很多了。不去了，不去了。还有谁？哎，这总行了吧？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那我们去我们工具组的古灵台啊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，原地解散，不啦，欢迎过去啦，大家拜拜。